两狗就这样互骂二十秒。再经个红绿灯，马上一触即发。请问你们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好生气，好生气，完全吵不完。出走，你们两个离家出走可以去哪里？我问你们。啊，两个吵完架之后就各自要离家出走，一个向左边，一个向右边。